70年代风味那样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很新的歌。然后接下来唱这首歌呢，就真的可能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。可能有一次，有人是第一次失恋啊，或者是有人是看着妈妈失恋，他们就是这首歌非常老，可是非常经典，然后超级好听。可是会杀了一个主唱的喉咙，所以我现在在喝那个枇杷膏。我后面这个杆子有点，这首歌叫《Careless Whisper》，你有听过吗？你们没有看过一个变态，然后在广场上面吹萨克斯风？那种70年代那种老片啊，不是有那个两个火把，两个很大的火把，然后后面都是那种占卜、那种塔罗牌用的那种东西啊，然后前面有个人在吹萨克斯风，很变态。啊，没有了，这个没有那么变态，就是非常非常好听的，真的。如果待会你们听到主唱哦。破音啊，请你原谅他。你觉得真的很难？为什么说很难？这首歌不能降 key， 不能升 key， 他就是要这首歌才这样的 key 才能呈现出他原本的味道。对，懂吗？活该。好啦。OK， so Carrie's Whisper。这样可以哈、哦，原住民的英文还可以哈、哦。不是 Carrie's Whisper。啊。哎，你说 Careless Whisper， 好，非常好。待会，因为我们练这首歌练超久，为什么？练它，它等一下中间会有一个非常厉害、非常，会让你 shock 的那种变奏出现。是我们的鼓手。对，是，绝对不是娘娘腔。听说他已经很多男人排队了。他绝对是领他，不是，绝对是有女朋友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
我相信后面超过那个低于60年是应该在流泪了。